点心吗？哇，看到本人好难是悠悠鬼，粉人睇假真实数看富起来咧，眼起中意群阿群妹，今本人吼看到阿数好哪点样有冇？东江的点心，还有看到江江的爱，就伫今日阿群妹又会来同大家分享好食的东西了。唔过吼，唔单想爱同大家来分享好食的东西，轻松要嘅系好食的东西呀、啊，佮背后还有东岛山体的故事，还有今日爱收集的东岛点心啊，一条食材的来源，全部就系阿群妹爱的故乡，没有你咯。故事后爱同大家收集东岛的故事，还有东岛的好美食，细细个脚来分享今日。节目地都有请到的来宾，来分享对苗栗来的甜点是总咖啡，分享咖啡。大家好，我是总咖啡，今日同分享来到呀。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哦，有看到雅素红鸡呀，当地宁夏的点心，其实唔单枪呀，你们用的当地菜体的食材作为非常多的点心，还有甚至嘛个清流行的这个产地到餐桌，按用的地方，你们一切有滴个做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你是用过按到嘛个食材来做点心？用过当地像亚哈亚的世界的吃婆诶，各位干妹，还有。还有公馆的丰粥，嘿，有当地农民种的东西，我就做在吃。哦，古时候也听说爱发当地心思，因为爱用当地创意，要做这个脑力激荡，对不对？比想讲像丰粥好诶，丰粥做在拿来做用的个点心，因为其实俺们当好吃点心，咪好做一系列点心，俺就一下也会想唔到讲奇怪呀，丰粥做在拿来做嘛？丰粥配粥后，哈，唔单像去煮茶，你做得老几把那个籽去掉，拿来做饼诶。咩做来拿来做饼？对，我有做过红枣燕麦饼干。哇，听起来冻用神，还够有冻好食的感觉，因为凤爪是甜甜的口感。它的纤维质也很高。纤维质也很高。哇，古时候像人家讲的，比如讲像乌诶好诶，乌诶做得拿来做嘛该点？乌诶做得做那个蛋糕卷，或者也是可以做成芋头便当。芋头便当，对，芋头便当。古时候糖起来，嘿，伊咧当澎湃的感觉。唔单像安尼，其实苗栗还有非常多嘅农产品，刚刚唔讲嘅，非常多同伊合作嘅小农家都有出产嘅农产品，就做在拿来做点心。比如讲，还有乜嘅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除了吃婆的，还有嘅木耳，木耳，有得用人做木耳哦，会做木耳露，对，就会拿来做配的东西。哇，有糖到冇？其实有非常多种嘅东西，佮加下一开始咪有看到阿群妹拿到呀吃婆嘅嘅结论讲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因为亚杂时节，啲苗栗亲友名嘅就会吃婆嘅，今年嘅吃婆嘅，你用嘅好什么？今年呢，全部农民改种香水。哦，因为一般来讲，诶，印象当中糖果嘅品种系凤香，凤香的品种。因为甜食呀，甜食嘅关系，暖冬，暖冬古时候寒天的时节，抗热，佮吃婆都唔掉热。古时候呀，它就改种另外一种品种，按照香水，按用嘅品种。古时候今每日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其实啦。呀，个雅素红豆浆个点心，他有做得看到吼，西面全部就会吃婆诶，蛋糕咪会吃婆诶，故说阿舅问眼见哪底，后来水就经常会流出来。地主行系吃婆诶，地主行系吃婆诶，董太凤，故说呀个名诶，董体偏咯，呀很多嘛个名诶，吃婆诶偏董，吃婆诶偏董，就系鬼照偏董，做不爱色就超诶，一三银独享和，一三银色咧，七甲色咧，色都宝宝，哎呀好爱用诶来开视频，你看大家告诉是做东江 MD， 会对那一片开始，你就对总给耶拉希哟哎，好奢侈哦，按茶法哦，那就无下希了哈。大家既然东西乖，阿舅妹爱按的，按的我也太太好吗？唔爱，哇，爱按的耶一同吃蛋糕就一二三三粒吃破的呢，系啊，佮地都系用。一层卡士达老鲜奶油，然后蛋糕是跟草莓果酱老鲜奶油，好好吃哦！韩哥，你按你做，弟弟都按多层，你又做到按澎湃，工作老给欧苗按做便当盒，你一开始你有没有想到跟欧做按钮给便当盒系列？因为卡封偏难。
人家不是还要拆包装、拆麦盖，嗯，规盒的那些叶就做得了。哇，好满足。然后三层本要做得了，切到三底就做得了。因为其实董家片都会买给人搞，请人家一天事情，就会可能人家会同朋友过生日，那种人以后啊咋用个啥，地都可能高度啊、速度啊，因为给人搞一条东西，其实是爱好设计运送就无方便。比如讲像你做给人搞，但讲唔会用那个鲜奶油嘛，迄讲好设计鲜奶油，其实当然，对不对？会比较软，会比较软，对，所以它遇到热，它很快就会化。啊，古时候就懂用意，你拿到给人搞就哎呦这，古时候你就想到出暗用给天懂他，对啊，童子叶就做得了。嘿，这运动方面还够适宜了，又懂过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古时候出台呀，他吃泡的个季节还够甜点同吃泡的，做得讲系绝配，一定都有搭暗用给组合。古时候出台呀，草莓便当和银耳，还有做其他嘛该吃泡的个点心哦，还有。像草莓卷啊，草莓千层，草莓塔，很多，嘿，哇，古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，所以像哎呀，他演天使蛋糕看到的草莓塔，很高调，还有么草莓蛋糕，那是草莓塔，草莓，这才是草莓塔，对对对，哇呀，满满的，对，你还给吃饱了，全部就摩的给哈皮呢，嘿，因为他一辅助餐吃饱的啊，嗯，吃下拿卡夹啊，真的就会因为用这么在地的食材，对，故说你要拿到食材当方片，嗯，韩国人说一方面，因为其实吃泡的真的没按改来运送，嘿，你自己按用数太符可能，加个吃泡的系唔系运送起来，唔是按旧样，你用个吃泡的系唔系量咩哈多？没系，我拿的时间，我先吃可能也隔壁的吃泡的。米头用板哦，古时候搭配加个米头可能没毛用，因为甜食的关系，一礼拜看热，一出来就磨按个切切啊，可能就会还有一些的绵绵的感觉，软软的感觉，看软哦。过了六一天的时间没嘿，没会有侦查。嗯，古时候拿吃婆的时间要先吃。古时候你吃掉以后，怎会想讲？今物你按用个口感个吃泡的，适合做用的口感个点心。比如讲，像按用做呀草莓便当盒，佮适合用哪一种口感个吃泡？较脆的，较脆的。因为佮我个豆个鲜奶油，佮做唔得老个鲜奶油口感系强用诶。哦，古时候按用它才会有层次感，怎会有某强用个口感？颜色都吃泡的，有一些。切切有一些的 QQ， 再个蹦一下很绵很滑的鲜奶油，然后还有一层蛋糕啊，哎呦口感就会跳出来。唔够冲呀，规则呀偏懂咖啡出太有这个鲜奶油之外，那还有四种南欧一红也是很滑顺口感的，给黑英国黑卡士达酱，对，卡士达酱做的同太高了，分享一下，其实也黑嘞。很基础、很基本的一种味道，对。可是它用的蛋，你也要用到好的蛋，哦，吃起来才不会有蛋的腥味。没错，因为像按用，其实泰雅讲卡士达酱，卡士达酱讲啊，其实就会用乱老那胶胶啊给装，大大啊、珠珠啊给装。故说你特别讲要乱动葱油，给你也得用个乱，又很那种的。那是用个给苗苗栗个菜梯的乱。哦没有你猜题的人，故说你去干咩游戏脱歌，游戏色歌也给咪是，然后颜色给天尼台加给天尼台耶，然后用的加给乱吃到以后，来当继续用。哇，原来是安尼，古时候真用迄加个甜点，加个点心，全部就系用菜梯个一道色彩哦。唔管系呀吃泡个啊，也系讲，你看鸡卵，诶，已经按好买耶，买哪里都买得到鸡卵，你还是坚持爱用菜梯个鸡卵。但是今年的鸡卵无买，以后买，嗯，因为个去年个做太水，个鸡无诶，古时候今年的鸡卵较少。哦，那就想讲，个就用苗栗菜梯的，安尼爱拿落去夹。安尼哦，真硬，一通天吧就做得了。哇，韩国的韩做得送过来，做得。安好，古时候呀，贵个这样吃泡的偏东哈，除提呀草莓啊，韩国咸奶油啊，韩国呀软奶酱，就是我们的卡士达酱，因为还有干嘛个材料都底部嘛。嗯，还有表面一层的那个草莓鲜奶油。草莓鲜奶油，草莓鲜奶油嘿，那这个。煮的吃泡的酱哦，
连吃泡的酱咪系自家做诶，留个鲜奶油再个加强下。等我个吃泡的米较重。它香，有个吃泡味嘅味道。唔过爱吃到吼，按用用这个品种是香水嘛，对不对？用香水按用品种做出来嘅米是同台白风香吃起来冇嘛介强用呢。系啊，一定冇嘛强用诶。嗯，风香诶个吃泡诶，佮卡会卡爽一些些咧。嗯，吃泡诶米会卡重。嘿，嘿。啊，唔过香水伊系披起来就有一层。冻香的米丝，你看它一打开来，拿到个蛋糕的盖呀，然后一批全部就是呀，香水吃泡一个冻起熟的米丝哦。故说要到食材的来源，你自家全部出位去把关。哎，我去老老的看看呢，去现场加个农场看看呐。嗯，我自家去看，你看嘛个东西，看。我看加个吃泡的用的。哦。健康也无健康。哇，嘅冻虫药啊！哦，因为有健康嘅用诶，真有可能有健康嘅也果子做得食。错。嗯，嘅你会看见可能佮农民用嘅种啊，佮种嘅方法有些药嘅无啊，其实也按到东西，就系也身体都存足蛋糕和冻虫药嘅铺敷，因为你做嘅了解到，哎，也到农作物也到到身体很用嘅方式嘅种用嘅方式啲嘅生长。故说还有很多嘅故事，我同大家来分享先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哦。阿Q们爱买啲嘅教室嘅东西哦，系因为哦，俺叫伊嘅来宾吼，俺啲咖啡同俺讲，做得爱用捏面包，做嘛嘅做得爱用捏面包呢？算算来抢咖啡同大家来讲一下，做嘛嘅用嘅面包做得捏落去，还会弹出来哦，因为它很有弹性。嘿，真奇，因为 no boy and 可能冻结湿度嘅面包，可能你捏一下佢就会弹，但是弹一点点而已，你就没办法完全恢复黏来的样诶。韩国几次都黏起来后，你做个面包，你会吃到它比较扎实。嘿，那不过个面包可能就里面空空软软的，一听就像海绵一样就，就整个凹下去的感觉。你个面包没安用个，个面包的成分无强用，不少佮黏起来感觉没无强用。嘿，韩国出题后。面包捏起来的手感无强用，因为劈起来跟面团没无强用，劈起来像芳香剂一样，怎么敢不爱用啊？佮迄种玫瑰花诶，玫瑰花，因为俺认识一只头家，佮有拿到佮朋友送诶，同多个玫瑰花瓣。哦，室内玫瑰花瓣，做的室内泡茶的这种诶玫瑰花瓣，各位俺就拿来吃室内做面包。然后还有大兰有一只农场专门种的冻冻花诶，爱丁爱丁，我有拿一些那个食用玫瑰，用食用玫瑰去做大量的玫瑰花露，爱吃到，爱呀，它吃到给这个玫瑰花面包的蜜糖，爱像做的用两只食耳朵浪漫来形容，可以看过就像在那种。法国玫瑰园的感觉，很像那种喝一杯玫瑰花茶的。我觉得很像我的脸在喷那个玫瑰花露化妆水的感觉，好香哦！而且它那个用食用玫瑰下去做的玫瑰花露，它那个香味会特别的浓郁。对，因为其实俺们吃夹色糕这个食用玫瑰花的花瓣，它的味道很特别。对。吃夹色给法，你会吃到好像有一点点太香了，会内改。对，有一些的内改。不过你不用多加面包的度，吃到你吃的都跟面包跟麦的跟香味。嘿，韩国你有一些些的皮豆，有色豆、甘肃豆跟玫瑰花淡淡的香味。因为跟面包的度笨蛋有用蓬筒，那就想讲，我有做跟玫瑰花露，就唔会用蓬筒。所谓的玫瑰花露，因为一般诶，你若买糖豆跟玫瑰花露，有可能系冲浪，就是喷在脸上蒸馏的那种玫瑰花水。不过你玫瑰花露唔会给种，我系用差唔多一斤的花哦，一斤的花哇，花我有一斤嘅量，计有几多诶？冻我冻多，用冻多的花给它打到绵绵，然后用桶。然后水安尼落去煮，煮到变安尼尿尿，然后变起冷，就做得用嘞。我离锅，
好，你再个锅里锅，锅里锅，莫给发蛋，唔会蛋唔会冻面，冻唔会冻腰啊。给煮那个发很做点拿来用么？给磨粉发用。哈，就按样煮体，流体加个米丝，还个加个色，可能流到呀玫瑰花露底度。按样给玫瑰花做老几得体嘞？系啊。哇。给磨麻做唔得不用久。哦，唔过其实爱吃到用普通做咩蒙蒙嘞啊？给普通的米丝会留给发米托咸体。普通基本身有可能假使讲要用嘛个龙眼蜜的话，那个牛眼的蜜头冻错，就是偏木麻豆发的蜜头。古时候讲，要用发就要用加个花露安尼落去做，安尼才会较香，个什么味会较正。真嘅，因为其实吼，认真看嘅这个面包底度吼，其实还看得到这个，还看得到花玫瑰花瓣在里面，很漂亮哎。对啊，古时候也玫瑰花瓣，你刚刚唔系讲你第一个做花露的时候，你有把花瓣拿出来，这个花瓣有很用嘅，不用落去嘅。那个花瓣是干燥玫瑰花的哦，冇用用两种，冇用用嘅法。Q 用黑玫瑰花，对 ，Q 用黑玫瑰花，不过没 Q 用诶，跟像这样子的干燥的玫瑰花吧，又黑那片拿来给，给黑伊朗进口诶，哦，含外地国外进口，因为其实台湾有七家地嘅中式用嘅玫瑰花，其实冇按到，中矮地就可能中花矮有地有两家两件，含个平东嘅片没有一件，你还忙着谈过没有理由诶，没有理诶，花农农场有，嗯。又开始种诶，嘿嘿，加两毛咩毛一胎，台湾诶两就毛一胎，无办法动胎，系啊，因为环境诶问题，气候问题也是很重要。嗯，古早其实吼，虽然也两毛按到，不过按做得来做特色，对不对？老片伊无强用，对，真正迄老片伊无强用，因为唔咩所有嘅蔬菜都有办法做出按用 Q 米嘅面包。嘿，哦，还够出题呀！这个当香当浪漫嘅玫瑰花面包以外哦，还有另外一类糖起来咩很法式的点心，叫做香橙杏仁蛋糕。对，哦，这个香橙杏仁蛋糕糖起来真的是很法式，唔够咩用按菜梯嘅水果来做诶，按个。那个泰福两兄弟中的甘麦甜橙，甜橙，甜橙其实呢是麦个蜜桃啊，因为俺冇吃夹水果甜橙，算是较甜的柳丁。哦，一般的柳丁有一些些酸，嗯，夹个甜橙还全部是甜的，嗯，夹皮冻香，嗯，都是他用来做安尼香橙杏仁蛋糕。对，因为其实俺看人家给乱搞的度啊。有一点一点黄黄的，那个就是陈皮，对不对？甘麦的皮啦，甘麦皮，柳丁的皮啦。加个柳丁有毛腔的，落尾嗯，进口的香吉士，香吉士会有一些辣辣的味道啊，太 chewy 嘞，那个橘子的精油太重了。对对对，古早甜橙的味道，熊比起来是比较温和的。嘿，哦，韩国加个啊，给乱搞塞起来啊，它是很湿润的，很绵密的感觉。韩国呀，这种绵密又同个海绵蛋糕、戚风蛋糕，跟做冇同样。哦，伢个做法系乜嘅啊？我系用全杏仁粉，完全冇面粉，冇面粉咧。不过面粉会发啦，杏仁粉不太会发。它还会放一些些泡打粉，来帮助它那个体积成长。哇，做乜嘅？我要再给侬讲，我用黑盐嘅粉来推面粉咯。因为夹个米托做唔得老嘅香橙。的味道有冲突，古早面粉有可能会跟香橙的味道有冲突，它的味道会比较没有那么柔和，而且它因为它要用那个杏仁粉，然后再加上全蛋，再加上柳橙汁，这样子全部下去打发。对的，因为面粉就会有个麻的给蜜头，会有麻的给蜜头，可能不会抢到柳橙太多，不过柳橙的味道可能就会哈涩一些些嘞。然后体积成长也会不一样，体积成长会不一样，而且你吃到像按用杏仁粉做的蛋糕，因为它一冲无按会就碎。如果是海绵蛋糕，有用面粉做个按用个结论糕，它可能一哈碎就就脱嘞。你要用很大量的果汁跟糖浆才可以让它很湿润，对不对？太多的糖也不好。对，古时候按用嘿度度吼，你有做过实验，有去研究过个按用个比例跟配方。嘿嘿，嗯。
真见迄冬天片咯。韩国其实种暗用嘅甜橙啊，爱上出台做暗用嘅点心以外，韩国的来做冻豆做无常用嘅点心。嗯，甘美的花做得做那种干燥的那个橙片，橙片。橙片不管是做有蜜制过的，有糖制过的那种橙片，對對對對，或者是像吃脚宽瘦的这种，全部就很好吃，对，很浪漫。其实亚米托你懂难想想过，哎，亚秋很美丽，七个菜体给色彩来做的，不过全部其实全部都是用菜体给色彩。除了亚甘美以外吼，还有那个一个阿 Q 妹爱真银黑上爱老给泡素，爱用的上就上唔到亚方东西，真的拿来做甜点。很多木蜜，韩国黑无色嘞，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听到想讲木蜜呢，算了，我用的来做点心，来摸一下咖啡。嘿嘿，那个俺那苗栗青农联谊会会长，一种的木蜜，拿去做的木耳露。木耳露，嗯，爱老给勾哩，色嘞，各种里面各种，像饮料各种里面，木耳露，哈，也个无大都冻腰。市面上有台会煮到冻腰冻腰，跟安尼咸咸哦，哎呀，加个唔卖，佮无安咸，做得安尼粒粒的，佮还有个颗粒哦，还有个木米个一点一点，看得到咩色的都切切个口感个，嗯，哦，你就拿个锅里过后，然后捞个动物鲜奶油搅匀下，古手黑用木耳汁，没用捞起来的木耳，算是捞起来的木耳，是用捞起来的木耳跟鲜奶油搅匀下。哇，安尼唔懂奇怪嘿，古时候也嘿木耳口味的鲜奶油，嘿啊，加到泡芙底度，爱本人他他喜欢木蜜，真的呀，假的呀？他好是木蜜，因为木蜜就上到应该就木耳甜汤，按用看起来应该是很搭配的。不过我说跟鲜奶油含个泡芙，爱很真经无上过呢。底度还有不用一用东西，但是咧，爱怎样讲？也是某个伊咪哦，蜜糖，原来是安尼。我爱吃到很惊艳的是，除了个 Q 干泡芙，就是上面要很脆，然后里面要有很多的鲜奶油，这样子口感会吃起来很好。除了安油，因为底部咪有一粒一粒一粒切切个颗粒，刚刚烤皮有同太家讲是蜜糖，唔过蜜头本来真银好多个黑，因为木蜜无蜜头，对，我用蜜糖。给搅匀下，其他有蜜头。因为蜜糖有这种烂烂的感觉，烂烂的感觉，同样蜂蜜跟鲜奶油搅搅起来，你吃到点都有一种蓬蓬的香味，蜂蜜的味道有出来。没有，鲜奶油里面也有一点点蜂蜜。哈，古时候亚洲很难过一种行销 MLD 农产品的方式，听下可能想，哎，蜂蜜可能就做的，像做的拿来做黑木耳露，我就超蒙你啊。还对，我就超蒙你听听。不过黑卡斯讲用按钮。西式甜点的方式来，想太家给注意，太家就会吃到讲，哎，黏了呀，没有力跟木米，没做点哪里做甜点，韩国没有力跟木米做甜点暗好色，太家蜜糖没黑没有力嘞，蜜糖没黑没有力嘅，古时候真以黑所有嘅材料都系菜体，阿 Q 妹见面一句想转都没有力强用，所以啊，菜体嘅色彩做做菜体嘅点心，唔过韩国懂得故事，爱同太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哦，等下再个再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！我系综艺群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吼，没有你嘅甜点，韩国人没有你嘅甜点嘛、啊，用嘅东西真嘅全部就系没有你嘅农作物，没有你嘅食材拿来做点心，真嘅系非常代表没有你。不过我行喺上海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也按当然啦，其实有一个当中有嘅想法同概念，按到产地到餐桌，意思就系讲，哎，你其实就系。农作物生产的蔬菜来适度去加工，也是讲去祖国的安阳的食材，很多对身体来都也十分做担心。其实咖啡里面有滴叫做安阳的事情，有没有想到讲哎，加你呀这样产地到餐桌的这样子的计划？因为面是面食多一群，当我种东西的农民，伊也都咪以为煮食。不少我就用他们的食材来做甜点，
爱用咩寿司都东东人吼。嘿，东东人有刺泡的盐，都给用夹个刺泡的来做点心。嗯，然后没有用草莓做沙拉那些。哇，对，就是在那个当下的环境，用他们当下的东西来做料理。嗯，这一类的。故说按钮就很多产地到餐桌，跟你啊的有这样子的团队，差不多去多少人？大部分是同某个单位来合作。某一厅，嗯，但是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反清复明的里面的青年。嗯，故说大家可能附近某去用个铺铺，有人附近做东西呀、啊，阿姨就附近做甜点，做甜点。韩国也还看到天使蛋糕有东东个胸片，就嘿去东东手才拍这个产地到餐桌的照片。做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你阿的产地到餐桌啊，有冇个提什么？有冇个提什？除了色彩嘛，对，色彩就会用菜提个色彩以外，过我们有去温泉区办。温泉区办产地到餐桌，哎呀，文产期，哎呦，出山一点农产品，嘿，对，加会用季节性的食材下去做哦。古早可能去进文产，可能就是很甜的时间，嘿，很甜的时间就用很甜的食材来做，很甜的菜。哦，嗯、哇，给安用的同文产结合做强下，什么东西安用的来文产结合？人都文产的杜红十八。做个摆到地度，做个摆到文泉地度，哎，脚尖的，哇，年度蛋糕十分，哎呦，都享受呢，系啊，叫受暖受暖啊，哦，就尖的文产哎呦十分，系啊，冬天偏呢，有没有哎呦给 KP 拍哎呦给产地到餐桌的？老叶的业者合作，嗯。嗯，爱用冬天片，因为其实有冬多素菜全部用文产来做呀，干干的冬菜的鲜菜。但是您去细审哦，都地都十分美一配配，一冬天片真的。对啊，其实唔单枪呀，做得同顺丰的干干一只来做连接，同菜体的物产来做连接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比如讲，谈讲你啊的游戏。这个雾峰哦，雾峰亚洲蔬菜来看，我跟另外一个师傅有去雾峰农会，嗯，用他们在地的三斤的酒来去做甜点，酒嘛该酒啊，有个荔枝蜂蜜酒，然后其他两种我唔记得了，哦，荔枝蜂蜜酒呀，其实地配的蔬菜一种无谈过有荔枝蜂蜜酒，雾峰农会张以为，嗯，给我用。加个蜜粥给弄搞，米蛋糕对米蛋糕蛋糕摔成那个荔枝蜂蜜酒，哇！给蜜粥就冻香，过来还有它有荔枝干，人家我们一般都说是龙都有龙根，对，桂圆这样子。然后他们有出产一个荔枝干，就用给粥面包。哇！不过其实像按用这样子产地到餐桌，因为你会去给他来送菜单，嘿，对不对？你这也还一天。动态的工厂，因为你可能一开始你没抹料给我，我又不是雾峰人，我怎么会知道雾峰有什么东西？你要用的去做资料，用的去研究，用的去发现哪个创意？因为各个县市都会有农会，嗯，像我们有农会就会有那个特产中心，对，去地度就有东多菜体的色彩，给地度长以为。不说你真以为七个去都几天？一天要去一转，你当地几有乜街？哇！去吃吃看你夹个东西，嗯，这样有办法做。你知道你做过青南青南发青豆时间做个什么个？发青豆时间做个哦，米面包吧。米面包，怎么个米面包不会按难？因为夹个米的型号不一样，我们有什么台根九号，对对对，几号几号的，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，Q 度、蛋白质都不一样，嗯，对。唐希伦像是在做食品研究一样，真的很像食品研究。对，而且会经过很多次的失败。对，好辛苦。两太懂的东西，但重新再过来一遍。哦，对啊。古时候真人其实大部分东西虽然是懂的东西都懂好深，不过做出来全部会懂花时间的。懂花时间啊，而且是可能夹个米汤用白，再来下一步要用来做。嗯。
买塞到皮做做嘞。唔会啦，俺用做的当游客附中的设施懂的东西。不过这个产地到餐桌出台呀，设的东西饮料呀，周边全部都要符合这样子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你也得有个橙色，听说也有懂的巧思都底度。里面的橙色就是用自然环境下的东西，吃眼反应带下个东西，当下。就是你看那个树枝啊，可以拿来当摆设啊，然后有的那个竹子拿来挂吊灯，竹子做给拿来挂灯呢，哇，那这样很漂亮呢，会摆起来会很漂亮。我们有一次在森林里面摆，就是把那些所有的素材都是从里面拿，像芭蕉叶可以拿来当那个盘子。哦、oh, ，直接把它摆在上面。韩哥，你又唔是谁？哎，唔是谁？那挪挪会做做的表态，回归大自然，自然嗯、很棒。对，给嘛该芭蕉没有给形，嘿，给形拿来做来拿来，滚到一半，拿来插个烟草。啊，你插灯。啊，因为基本单就一类孔那个香蕉它本来的结构，它就是结构就是这样子圆弧形的，这样长长的香蕉可以直接插在上面。哦、oh, ，上盘的唔是谁啊？对耶。动聪明动机，各位做的去荷包粘个石头啊，下面的呀，做面牌啊，不用得做蛋糕，很可爱。古早其实呀，就系老菜梯个梯色完全给发展出来。用麦盖，你用一层就做的本所有来个观光客了解到一片油麦盖好食，一片个反应油麦盖，一片出山麦盖，全部是一层麦盖就底耶。系啊。这是一个很深刻可以体验在地的一个方法。还有色斑色豆一般烹饪出来的比狗耶，哈，好可爱哦！对啊，好棒！古早其实像爱用个体验，爱相信呀，哈，越来越多人进来，见到人上爱来体验。其实做的尤其飞机发，阿全部非常推荐大家做的去吃看呐。系啊，对，像爱用体验农事啊，韩国其实也讲到体验农事，靠飞机啊，就还有这个做哪个一类？哦，多辛苦的天色，因为你们要一直造谣，没讲法了，各种造谣。哦，系南安一种哦。系啊，去福教老家，老福教天数做一只窑诶，系真嘅去起一个窑诶。嘿，自家办开个砖头，一堆开上去安尼起窑诶。哇塞，哦，好可爱哦，系伢头自家起诶。嘿，对，师傅窑。你用我起一只窑诶啊？你福教系福教嘅。告状拜托恩聊老去做的产学合作，可以体验那个不一样，让学生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那个煮饭的方式，料理的方式。比如讲，像其他的按用个野味，其他的蛋蛋都拿来配嘛该。哦，烤披萨，好棒哦！这家西都对面给有副会长、学生会长的副会长，有种吃婆诶。你就去对面拿吃婆诶，过来做烤那个吃婆的披萨。哎呦，七个面粉捋捋呀，七七吧，黏黏啊，就都在烤呀。哇，不嘻嘻啊，嘻不看难啊，嘻不可能会欣赏嘻嘻啊，系啊，太黏嘻嘻不，对，都得。其实也还懂得好高度懂，从事按用个食农教育的部分。你也要已经去过几多站福教来去呀？叶位，也还是两间福教，两间福教，天天的这个开始，天天的做，张开始天的，三三人做，三三人天天，哈，看天时，都一天没办法做，就没办法。古早你有没有孙沙搞起来的用的做也的点心？哦，喂，嗯，你把就喂搞起，也还当去叶位天的，去要一定去找，找的是当做在用。真的，因为一层奶一层干醋，个沙的胶香啊，全部咪系用甜盐嘅东西。系啊，好生嘅会冲下来奶奶。啊，好可爱哦！一见到就一懂到小朋友爱啦，冲爱嘅呀，老朋友嘅就唔掂，一摇嘅系用嘅来吸出来嘅。呀，他小朋友都得看到真嘅，系懂贴片嘅经验。他们还会写那个愿望在那个瓶子里面，好可爱哦！对，每一个学生都会写一个愿望，我们就把那个瓶子放在那个窑里面，因为它是那个保温层哦，所以它不用盖子的。它就是空瓶摆在里面，所以全校有多少学生、老师，我们就放多少瓶子，好可爱，里面就有多少愿望，对，哇，真的是
懂 TPA 的一种好戏的方式，是农教育的学习方式。他们就会很期待啊，就会问老师那个窑什么时候可以烤东西，就是为了要吃。冬上爱拍就错的，冬上爱拍啊，对，等你就来看啊。古早咖啡其实有啲嘅，算系做欣赏诶，喺那边咪有啲嘅搞好做呀烘焙的部分。对啊，那个我们有在香格里拉，它现在是勤美学的，对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露营区。嗯，冇错，我有去看过。佮地都有在，没有在野外，伊也都去诶。还有用个野味，那高级啊，都做肉桂卷啊、面包啊，然后还有果酱。对，古早其实冲咖啡按用吼，唔但像七个黑豆苗栗，七个苗栗人用苗栗嘅食材，做出东好食又有特色嘅点心。韩国没想到老亚杂方法，亚杂算系它不算是行销的方法，其实是收集菜体嘅物产嘅一种方法。所以讲都冇去用嘅素材，因为按用睇下张位置讲，亚就冇。简单拿来嘅食材，上来都在做嘛个，韩国太个爱底好整下一条食材。故说今日什么咖啡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没什么天使机条件，观众朋友，我是快休息一下，接下来走运通了。